好像回到家的感觉。因为拜拜有5年，5年没有回来了，回来唱歌。然后你们今天给了我好大的勇气，给了我好大的面子，真的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我感觉到你们对我很爱，还有没有忘记爸爸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.
你们愿意跟我合照吗？那我转过来，然后我们摄影师大哥麻烦你，然后我们做一个记录好吗？因为这是我回味五年又回来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要好好纪念一下。